最近在网络上有一篇专访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讨论远距工作与数位工具的文章，引起许多网友的讨论。除了他在这次防疫上透过大数据及人工智慧制作专业口罩地图及防疫路线，为台湾防疫把关做出了贡献之外，他在专访中提到的番茄钟工作法又再一次被拿出来讨论。到底什么是连大神都爱用的番茄工作法呢？今天就让每日商业带你一探究竟吧。焦点观点 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十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我是阿峰。我们今天的报道来源是刊登在2020年3月6号刘益友所撰写并刊登在 Medium 的唐凤都爱用的番茄钟工作法是什么，善用番茄工作法提高专注力，重新夺回生产力的主导权。什么是番茄钟工作法呢？番茄钟工作法是一个超过30年的时间管理工具，将焦点放在如何降低干扰对于认知上的影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正在完成的事项上。而这套方法包含了五个阶段，分别为规划、追踪、记录、处理与可视化。第一步骤，规划就是决定一天的行动，简单来说就是今天要做什么，每个番茄钟要做哪些事，一个番茄钟代表了25分钟。第二步骤，追踪就是收集行动后所得到的相关数据，包含在时间内的专注程度、工作的完成度。第三步骤，记录就是将一天所得到的数据整理后并归档。第四步骤，处理将归档后的数据做成可数值化的绩效统计表。最后一个步骤，可视化就是将数据用视觉化的方式展现后，找出可以改善之处并改善它。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先找出想要完成的事项，下定决心开始做事后，以番茄钟为单位，完成一个番茄钟就短休息3-5分钟，再展开下一个番茄钟，并完成四个番茄钟就长休息15-30分钟，以此类推，并在记录表上写下每个事项完成需要几个番茄钟，再将记录的事项数据化与可视化后，持续优化自己的做事方式。知道了番茄钟的做法后，让我们来继续探讨番茄钟的本质。番茄钟工作法的本质其实就是管理有限的专注力。对于番茄钟工作法的使用者来说，许多人会以一天能完成几个番茄钟为目标，但其实是误解了时间管理的本质。时间管理的本质不是做更多事，而是用更短的时间来完成目标，也就是提升效率与效能，而不是拉长工时。假设一件事情原本需要8个番茄钟才能完成，剖析事件后发现其实只要5个番茄钟就能完成，而省下来的3个番茄钟就能用在更有价值的事物上。经过上述例子后，你发现了吗？时间管理追求的是少而不是多。任何的时间管理方法，包括番茄钟，都是建构在有价值的任务上，也就是说代办事项的管理必须在时间管理之前就做好，一定才会让时间管理有意义。最后分享一下我们从番茄钟工作法体会到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做好倦怠管理。人的大脑持续运作会消耗专注力，如何让大脑有效运用专注力，避免空转耗损，懂得在工作与休息之间适度的切换，大脑才会更有效率，也不会过劳。这样在压力与休息之间轮流切换，可以让人维持巅峰表现所需要的体力、心力跟热情。而番茄工作法在每一个番茄钟之间都安插了一个短休息，每4个番茄钟之间安排一个长休息，这是对于倦怠管理的好方法。第二件事是做好时程管理。如果以秒、分或者是小时来衡量时间，都会为了时间持续的流逝而感到焦虑，觉得沮丧而失去做事的动力。如果改为事件接续的角度来看待时间，将时间切成颗粒，似乎就比较不会导
致焦虑。多数高效工作者的时间颗粒会控制在30分钟到1小时之内，而番茄工作法就是以30分钟为单位，其中25分钟工作，5分休息，养成时间颗粒的意思就能简化时程计算、预估与管理的过程，将专注力放在完成工作上。第三件事情是做好效能管理，就如同所有的时间管理法一样，番茄工作法是为了节省不必要的时间浪费，而不是榨出时间做更多。我们该在意的是时效，而不是时长，而时效与专注力有很大的关联。人的专注力有限，受到干扰分心，切换任务都会使得专注力耗损。如果能减少这些耗损，就能提高效率，完成更多的任务。面对干扰，主动夺回主导权最好的方式就是延迟这些干扰的处理，先记下来，再来安排处理它的时间。好的，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现在正在看影片或听 Podcast 的你，曾经用过番茄工作法吗？其实番茄工作法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事项，例如在现今数位时代下的番茄工作法与以往的工作法有什么样的不同，以及社群媒体改变了我们的习惯与行为，手机取代了手表与时钟，那么这套方法还适用吗？这些问题其实都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如果你对番茄工作法还有其他想法，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加入焦点观点 Plus 社团，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焦点观点 Plus Daily Commercial Show 每日商业，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我们下次见，拜拜。